Hey, 大家好啊，我是陈冰啊。我哋知道咧，我哋地球咧已经系穿咗个大窿噶啦。咁喺北极嗰度啲冰咧一路一路咁融化。咁啊，事实上咧，我哋嘅地球越嚟越热喎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好多时咧啊，都希望大家开少啲冷气啦。咁啊，点样可以做到消暑又唔需要开冷气咧？咁啊，如果唔系工作需要嘅话，我哋出街嘅时候咧，最好啊着翻短袖衫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如果你系会经常会流汗嘅话，好似我咁带条手巾仔喺身咧，啊有汗嘅时候抹下佢，咁啊唔会觉得黐立立咧，又唔会咁热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再热嘅时候，我哋带定把扇啊，有时候泼下佢咧，咁啊会凉啲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啊，最紧要嘅就系一支水喎、啊。如果你觉得热嘅啊，冰冻嘅水都好紧要嘅、哦。咁啊，仲有一個方法咧，呢、這個方法我覺得係非常之好用嘅，就係、是、如果你覺得非常之熱咧，我哋揾條手巾仔，濕一濕水，哇，係，跟住抹一抹自己，哇，當堂係涼曬。咁啊，如果咧我哋喺屋企都覺得好熱嘅時候咧，我都有個絕招嘅，就係沖個涼，咁啊非常之消暑嘅。咁啊，事實上咧，大家係為咗我哋地球，為咗環保咧，我哋都希望大家一齊過啲低碳嘅生活。咁啊，少啲开冷气，啊多啲自然风，我哋可以做得到嘅，希望大家一齐做啊！多谢大家。